大家好，我是蓝莓班的郑一伦，我今天要讲的是大家好饿的毛毛虫。从前有一只毛毛虫，在睡觉的里面，然后它爆了出来。第一条是那个苹果，第二条是那个草莓，两颗草莓。第三条是那三个姐姐，然后吃过了放桌上。对着麦克风说，他吃什么要对麦克风？这一颗，这一颗那个蛋糕，然后又一颗起司，又一颗棒棒糖，又一颗冰淇淋，然后他吃了一，然后他说吃的那片菜，那边菜。好，拍拍手。